哎，小畅，咱们下周末去自驾游玩2天怎么样？哎，老婆，那下周一起自驾游去吧。我下周加班呀。加班？你加班一天多少钱？300。300？我给你500，我们跟田哥一起去玩去。好吧。亲爱的，下周末咱们一起去自驾游玩2天呢。下周末呀，我也得加班。你上班一天挣多少钱呢？20000吧。怎么了？你俩随便问。哎，老婆，你说为什么很多成功的男人在外面都有情人呢？难道说成功的男人都经不起诱惑吗？其实所有男人都差不多，只不过女人不会去诱惑那些不成功的男人。你废话。哎，你以后要是成功了，会不会也在外面要女人？不会的，放心吧，老婆。我是不会成功的。